期要实际那个，比如说我啊，这个星期或者说这半个月，我是拿到六个人，然后这个半个月这样子持续的，你一天两天的话是不稳定的那种。那有没有可能他一天就给你个？不可能。会不会觉得太大了？这都不可能，反正东西。然后他就他每把的运气都很好，都排中他向下，